真的，我其实最后悔就是没有画个。你过水吗？我过水。你要五八。他连中没。你要五八。那你过水，你以为我没过你水吗？啊，没有，还真的没有，对，真的没有，对，没有，对，对，没有。好，台24台，28点，四方跟四碗，有点不错。OK 啊。他在双响，不在双响。对，人不敢丢嘛，一人终结，对，很容易出现呐、啊。要不然就是大家要的都一样、啊，因为最后的要的都一样。那个附近的牌没啦，附近的牌没了，所以大家都对到，再等一下。对，大家都要，但都是抓一张。不用吃，大家都抓一张，都冰在上。摸不到。对，发现。终于摸到了，看好感人，棒，有效进牌，好感人。哦，要啦。那这样可以，有回馈 ，OK。怎么样？决定要看直播了，说。决定。讲的二手，小美好像动不动看不到，看到也会说看不到。有道理。那你就说你的意思跟说，老板你这个菜好不好吃？大概是这个意思。老板不会跟你说不好吃，不要点。哎，四比，干一四比，真的很衰哎。哎，没事的。公平，你很厚脸。第二，公平起来。不玩，躲避。原来是故意躲避。躲避球啊。我听半天，连三载龟抓连三拉三直播强十台好三点不脆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打梅子，我会怕。不是梅子呢，不是梅子，是梅子。他每一次都怕啊，总怕胆怯也美。太任性了哦！都是多解一下好不好？对，多一下好不好？挡住了，对，是摸海龟，换子啊，也是拉是12台，15点，哎，一攻一攻，三攻。连庄啊，碰个牌而已，我磕吧，不 OK， 磕啊，不 OK， 完全不 OK，
出招了，二哥又出招了。没有，是没出招，是没出招。刚刚没出招，但是有解析一下，跟那个大卫魔术一下。对，我说我刚可以，本来可以这样变，但我没有。就两个。为什么有点压力啊？问的怎么问的是有点压力啊？我没有压力啊，我还好。你只问他希望，我有压力啊，我轻飘飘的啊。问的就要啊，好紧哦，跟的好紧哦。好吧，如果我有一个你的烫到冲回来，考虑八万，直接塞到牌堆里面，放心了。你要吗？没有，我是说你摸牌的时候。哎，干什么？门清彩龟，门清彩龟装，连六拉六，不够哎，可以拿姐啊，拿姐给我吃啊，十六台，十九点可以十八，我给你，然后你再给我十八，你这样比较好抓，可以四十八，你三个攻嘛，一个三的，好奇怪，我给你又给回去，对啊，你这样比较好抓啊。九点，或者是左二条已经被打烂了，很大楼哎。二条，南方，西风，看什么东西，好强，这么准，这把变成什么都有，啊，都有。对啊，很强啊。八十。好哥出招了，百变的招。哇，好强！做个好厉害，我先佩服。就算我现在连这么大，我还是佩服。但是也不太有反应。六左。身中，应该不算是我的。好，一壶一壶。哎，你这个。天哪！哎，如果打二手，二手又可以一起壶了。几台啊？但不可能打二手。一花一花一台。好，快点一壶，拜托。不可能打二手。娘姐，陈彦文说：“我跟朋友打牌，连死的三家都输的状态，上家打出枪牌，我还要再胡吗？胡啊，不然你就劝你朋友别打啦，别打啦，我们回家吧。”好，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会在下一次的疑难牌解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的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